23日，郭晓婷 GQ 制作采访释出，好感说：少年入世，演戏23年，依然坚持自我，希望自己拍的烂剧最好永远别播出来。求求了，最好永远都别播出来。还说现在的国偶已经变味了，希望自己如果早生10年就好了。我要是生在10年前就好了。对于营销宣传，则是佛系，只要能认真拍自己喜欢的作品，即使不红也没什么。你怎么看待实力派演员的娱乐圈现状？我觉得这个词条跟我没啥关系。然后甚至我如果看到别人是用这个词条，我也会。这当然就是有的时候会私下讨论说哪些词条就很可笑啊。